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往后三日，每日拆开一个锦囊，一计行事。正所谓锦囊在手，天下已有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你这是要金蝉脱壳还是？连胜方的流水想赢过唐家老号，确实是天方夜谭。但是你也……你行了啊！ 你能不能对我有点信心啊？你再这么说，我真的会输的。哎，信我。好，我信你。但就靠这个。哦，对了，你要记得，当着苏明玉和柯梦兰的面，拆开这些锦囊。你明知道柯梦兰收治于唐啸，你真想利用她。此事我们已经商议过。 你切莫感情用事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有了非常周全的布局安排。信我。啊，对了，你得教我一下，如何从这儿下去，又使自己不受伤。为何不走正门？我要让其他人知道，我独自离开连胜坊，那估计我的胜算又会少了几成，我得保证万无一失啊。 要不这样，你做个示范，我跟着你学不就好了？我可以的，信我，来吧。哎，我什么都没看到啊，我跳就是了，墨迹什么？ 摔了大不了养几日，我信你啊！你站那么远干嘛？你接着我点啊！ 小小的身体，力气这么大呀！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就好。 行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我走了。哎，你这要去广惠庄？哼，聪明啊！哼，怎么，你这是何意啊？莫爷少不得又要说什么，去了便知。哦，对了，金修那边呢，我已经派影子去盯着了。时机一旦成熟，就会下令营救。你力气挺大呀、啊！